慢点啊，师傅。兄弟们，保持好队形，都给我跟紧了。从今以后，积水灌沟。休战！战！强子，几点了呀？你还不上班去呢？你赶紧的，迟到了。你说你这孩子整天就鼓捣你这些破烂鸽子，哪天我就把他给吐里了，我都让他放飞。牛仔裤不是刚买的吗？怎么就破的？强子哥，强子哥，出事儿了，他们打起来了。雪红，这裤子怎么样？这都什么时候，你赶紧下来吧，你赶紧的吧，他们都等着呢。着什么急呀？姐夫，哎，不是强子，你又作啥妖啊？我的西红柿，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我说你怎么不接着呀？你应该说孟孟，谁都没有家呀。咱能不能有事说事？你赶紧言语。既然咱俩说话都不利索，那咱们就是一家人。那你就把那玉狐狸交出来。狐狸怎么来咱们这儿了？不知道啊。你说话怎么又挣长了？你一块八能便宜，我三块六，我肯定说话比你挣长啊。兄弟们，上上上！兄弟们！快来了。
知道。打架不好吗？那以后还来不来我们这边嘚瑟了？西红柿好吃吗？说是你的。你瞧瞧你们那几个啊，让人打那德行样。哎，看着啊，这才叫真正的战士呢，学着点都。你赶紧去医院吧，你去什么医院？回家缝两针得了。爷们儿，打也打了，伤也伤了，为了什么呀？为了玉面狐狸。为一狐狸？你不知道啊，四九城里面名声大了去了。是一人啊？是一个女生。北京中学都转遍了，那在哪儿待不了半学期？我可是听说啊，那凡是见过他的人都说他长得特好看。哎，你们都见过？我见过。哎，我听过声，山上唱歌那就是他。动心了，到时候我约他。人跟你熟吗？你就约他。你，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从今以后真见着人家，只能说俩字儿：嫂子。哎呀，瞎说什么呀？瞧你们一个个的，该。哎，你们刚才聊那个玉面狐狸什么人啊？哎呦，你这个地位怕是不保喽。哎，你能不能少说点？你脑袋怎么了？哎，我这相机里还剩最后一胶卷啊，咱一块合影好不好？来来来，胶卷来。干杯！大圣，嗯，你说我们家强子打架呢？啊。不可能，我们家强子好些年都没掐架了。哎呦喂，强子打架都出了名了，不让学校开除了吗？开除怎么了呀？现在我还想着就歪打正着了，反正我也不指望着我儿子他那个名儿将来上那个国子监的翰林碑上去，现在就在这儿慢慢的学着手艺，等我们家老金一退休，我儿子就接班了。那宫里边可不是这么好进的。是宫里是难进，可话说回来，就您儿子这脾气，进了故宫，把那故宫给拆了。你边儿去吧你。啊，好好走。大圣，啊，你亲眼瞅见了？我也没亲眼看见。他在那上班呢，哪有功夫打架呀？可是金大妈，我可是听人家说了，那波人就是冲咱们家强子来的。强子天天就在那个宫里边跟他爸修字画，补那些旧书。怎么能招惹他们人呢？金大妈，您的儿子您得了解呀，他能把饭戒了，这打架这辈子他戒不了。闭嘴吧你！你就见不得我儿子好你？有这么一儿子呀，谁糟心咱心里都知道。我不知道。您忘了您当联防队队员的时候，亲自可抓了强子好几回呀。我是严格要求我儿子。哎，我叫。防微杜渐，大义灭亲。我觉悟就是比你高，怎么着吧？我还跟你说吧，就算是我儿子打架，那永远都是常胜将军。你琢磨着呀，打小从来就没输过。你，哎呦，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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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这是怎么了？这是别吹了。怎么了？你不是上班去了吗？你，美华，上身药给他，赶紧的。哎，让人开了吧。那也是见义勇为。来，我看看。哎，别疼，别乱动，干嘛去啊？去医院啊！去什么医院啊？真是。找什么呢你？找针啊，他家缝两针得了。你瞅瞅，你都啥样了？哎，你别说。效果真不错，强子，别忘了给你姐夫买两瓶墨水，红的。买什么红墨水啊？假的。强子跟人打架了？哎呀，没事没事，别吵吵把火的。你不是你是不是把那流氓给得罪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多少次了，你能不能听点话？你不能这么护犊子。
你说回头他把那个地痞流氓你都招咱院来，那咱都得跟着吃瓜唠。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你说是不是啊？哎呦，我这心呐！哎呦，这至于的吗？有病赶紧看病去，别在这吓唬人。吃饭的不急，舔盘子的急起来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过咱院里不有能人吗？那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鞭锏锤抓，带尖的带刺的，扔出去拉得回来的，他全成。周大爷，您说的谁呀？哎呦，我说这是张飞，不，大圣啊，当过部队的侦察兵，那他保护咱们院多好。哎呀，周大爷，我就算了吧。啊，能照着咱院的，那就是金大妈。对，有我罩着呢。我干过联防，我谁都不怵。怎么样？假的？怎么又打起架来了？关键是。玉面狐狸，玉面狐狸，听这名儿就不是善茬。他们告诉我的，跟特务似的。你去你的吧！什么，这年头抓特务比登天还难。怎么招惹上风流债了？编，继续编。我最后问你一次，他是怎么认识那个狐狸的？他不认识他呀。哎。他真不认识他，他至少现在是不认识呀、啊。别跟我兜圈子。我没跟你兜圈子，姑奶奶。许卫东。啊。你不是想请我看电影吗？啊。别老抓着我呀，这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啊？你不说，你周末还想请我去划船是吧？可是我说过了，我没时间，我真的没时间呀。啊。行了，我知道，你收着点，你别让他打扰。玉面狐狸，这叫什么外号啊？我还真是怕他转过身来。还有那小曲儿，不就是我们哥几个平常瞎哼哼那调调吗？怎么从他嘴里一飘出来，那味道就不一样了？那什么味道来着？水果糖，对，就是那味儿，甜，真甜。孩子，我整了他，谁呀？你这儿子啊？什么叫我这儿子呀？我儿子，咱俩儿子。也不打个招呼，说捡就捡吧，捡得跟小子似的。像小子就像小子，有什么可惜的？省个两个大辫子晃悠着招惹是非。哎，抓药了没有？下个月发工资再说吧。看，你说抓药了。哎，给我哥带着，够麻烦我哥的了。当初还不如把碗给我哥呢，都说好了过去给他们，人家正好没孩子，这么爱玩，说好了你又变卦了。这不现在又给送去了吗？那你没辙了，你是？怎么说也是亲舅舅，自打上初中以后，我整天就没干别的，就给他转学了。
要照这么转下去啊，我这班也甭上了，整天就伺候着一个人完了。这就是他的命，谁让他长那么好看，他越长越好看。哎，要不这么多男孩子在后头追着呢。婉儿啊，他是不是就为了躲开那些男孩，他把辫子剪了？就是辫子惹的祸。可谁谁不喜欢呢？姐夫，我那担心绒的裤子呢？你的裤子我哪知道啊？你帮我找找。大鸡腿儿，趁热吃。哎呀，你是不是动我东西了？啊。你以后能别弄了吗？我都找东西都找不着了。你这都成狗窝了，我能不给你收拾吗？嗯，我自己能弄，你就别管了。我不管谁管，他能管吗？嗯，他现在有时间，得好好板板你这臭毛病，以后我也没那么累。你说什么呢你？没事儿吧？华子，你知道看着你这么快乐，姐多羡慕你吗？骑上个小破车就能这么快乐。姐也想骑上你的车去找姐姐自己的快乐。别闹啊！谁看见我的腿了？什么腿啊？大妈，鸡腿！我的一锅鸡腿，我一锅鸡腿没了！啊！锅连锅端了！喊人呢，大声！咱家一锅鸡腿没了！啊！都找遍了没有啊？怎么了？腿没了，你瞅见有人端着锅跑出去了吗？没有啊，不是怎么了？赶紧报警！一锅鸡腿没了，半分钟，这院闹没了，这对，锅都没了。不是，这得跟咱片儿警小张说，得找他。报警吧！那也得管呀，你这丢了，这无缘无故丢了哪行啊？你我都找了半天了，哪说不应该丢啊？这东西。报警吧！哎呦！干什么呢？你没事抖了我裤衩干什么？扑棱扑棱的，全院都在这看着，你不害臊啊？我都不在意，你在意什么呀？再说了，整个幸福里谁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咱俩什么关系啊？咱俩青梅竹马，以后呢，我还会成为你的媳妇儿。你吃错药了吧你？强，我不吃错药，我能喜欢你啊？再说了，你牵没牵过我的手，有没有搂过我的腰？人家都叫我嫂子嫂子的，说明咱俩的关系呀是牢不可破的。疯了疯了疯疯了，绝对疯了！胡伟华，我跟你说啊，咱俩就是从发小上论，都算不成一个。我6岁才跟我妈搬到这院，咱俩这关系呢顶天了，就是革命友谊。你什么意思啊？我对你那么好，你跟我说咱俩的关系就是革命友谊？对你正常一点。你长那么大，都是我给喂的，要不是我屁颠屁颠去给你偷这些大鸡腿，你能长那么高吗？你能长那么大吗？
你是不是变心了？你是不是喜欢那个云面狐狸了？什么狐狸狐狸的？你们怎么一个一个说话都这么难听啊？你呀，赶紧拿着这回去啊，连锅端回去，要不是你姐夫要报警了，快向后转走。我再去告你妈。案子给你破了。哭够了吗？哭够了，咱聊聊吧。我不想和你聊。我今天不说你，好吧？但是我今天对你的行为我很有看法。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哎，你给人男的去洗，你害不害臊啊？你姐姐我也是堂堂人民教师，你给我留点脸行吗？看我都着急我。我点拨点拨你吧。男的跟女的，这关系啊，是你离他近一点，哎，这男的就离你远一点，哎，你要是离他远一点呢，那男的不就离你近一点了吗？你以前不挺聪明的吗？这强子以前不都围着你屁股后边转吗？怎么现在成了你给倒贴了呢？我就愿意倒贴，我就愿意倒贴，你管得着吗你？就你管的，就你管的，人家强子不爱搭理我了，要不然我和他早成了。是拉了手叫成啊，还是亲了嘴叫成？那结了婚还能离婚呢？强子能跟你结婚吗？我告诉你，胡美华，你俩就成不了。我愿意。走啊！行，别不行，周大，别你这再来吧，再来跟你玩了，周大爷。李周迅和他还没下课呢，不认识，就因为那个玉面狐狸啊。哎，你说这谁家要摊上这么一号，可真够不省心的哈、啊。你说这我们家要有这么一孩子，那我得愁死我。女的叫这么一外号，蔡丽，这女的肯定有两下子。别人咱不知道，你就说强子，收了心跟他们家老金学手艺时候不短了，他怎么跟这狐狸？谁背地里边嚼舌头根子呢？我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呀。没说什么？你说我们家强子？我没说，没说。这就叫什么呀？那什么什么水？老金，哎，来了，来了，来了。什么？你来什么呀？我问你那个什么什么水？那冰糖吗？红什么水？红颜祸水。红颜祸水。说谁呀、啊？说那一面狐狸。那孩子呀、啊。我估计到头了，也就是一个长得稍微好看点的这么一疯丫头。红颜祸水说的谁啊？什么杨贵妃呀、啊，什么这个陈圆圆、啊，这叫红颜祸水，他够不上。怎么够不上？性质是一样的。他反正啊，长得忒好看的人，这女人她就是祸害。哎，那不一定。你年轻时候也好看，就不是祸害。他迷得我五迷三道的。大妈，就冲您这个现在这力挫劲儿，都能看出您年轻的时候贼拉好看。您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一只狐狸。我打你！不是说话呢。他金大妈怎么能是玉面狐狸？那什么？那是棒子面的狐狸。棒子面。哎，谁没狐狸过？那想当年西城区照相馆的橱窗里还摆过我照片呢。这真的假的？真的。灭四害的时候怎么没把他给灭了啊？讨厌吧你，是不是？哎，谁家来且了？哟，哎呦，又来了。没铺。呵，咱又来客人了。来来来，来客人了，来吧，拿来吧。我妹夫，你怎么才来呀？这个，哎呀，给大家介绍，这就是我妹夫。哦，妹夫啊，这都是咱院里街坊，这是金大妈，金大爷。您好，您好。美中，美华，大圣，我的外甥女儿，陈婉儿，要到咱们院住些日子了。哦，是啊。哎呦，这孩子到你院来。都给你们添麻烦了，不麻烦。别这么说，瞧瞧这丫头，真够俊的。那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大外甥女儿？我跟你们说啊，除了不是我生的，其余的都跟我亲闺女一样。当初都跟她爹妈说好了过继给我们的，结果到跟前儿，她爹妈舍不得了，跟你一样俊。嗯，哎呦，美中，你说这丫头也真逗啊，留个男孩子头，这没眼儿。这小嘴儿，哎呦，你瞧瞧这小脸儿，媳妇儿的哟。
摸摸啊，哎，就跟他一起。玉面狐狸，我就是玉面狐狸。哎哎哎，那等着，赶紧等着，过来，慢点，慢点，快快快快快，哎呦，等等，真对不起我亲妹妹了，亲妹夫，亲妹夫，我也对不起你。你说我们老俩在这住了几十年了，那不能让老了让人家戳着我们脊梁骨，不是？你们生活上缺什么短什么，你就说话，能帮我们肯定帮一把。孩子今天绝对不能在这儿留下了。你嫂子都什么样了？老周，哎，别那么说，孩子心里头难受。难受，要不咱们上医院。真的，别让孩子走。孩子必须走，一会儿都不能留。走，走。爸爸，我们走。爸，人话都说那份上，还在这待着。爸，你给我走。妈妈。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吧你！走，我这老脸还要呢。发现了一双不容伤害的眼睛。他是那么需要保护。从那一刻起，我觉得我得回学校，回去念书，考大学，不再让任何人伤害他。给你约法三章。第一条，和过去那些孩子一刀两断，坚决不能再来往。如发生什么情况，及时和学校还有我们汇报。第二条，除了学习以外的时间，没事在家待着，不许出去。如果要出去，必须请假。第三条，要孝敬长辈，不许和咱们的街坊邻居发生躲缘。说白了就是，别给我们惹麻烦。第四条，我想起来再说吧。第四，不得与玉面狐狸正面接触。侧面呢？你别给我个屁！五，按时按点跟你爸。老金，少废话，跟你爸到故宫上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请假。如遇特殊情况，必须经由你妈，我亲自批准。第六，必须与社会上的坏分子划清界限，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七，还有啊？有的是呢，二十多条呢。第七，每次月考必须保证年级前三，否则当月零花钱全部扣除。第八，把你私藏的化妆品那些课外书全交给我保管，高考之前不许再碰。第九，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单人还是多人，你都不许再去李强房间。一天到晚的，没完没了的在这絮絮叨叨，絮絮叨叨，你们都在说什么呀？不睡觉了？什么呀你们？
咱们认识一下呗。那个陈婉儿啊，我是咱们班的学习委员，你有什么事尽管问我，不懂的尽管张嘴。谢谢。大家别闹了，别闹了啊！安静一下。这是咱们班新来的同学陈婉儿。愣着干嘛呀？鼓掌啊！摇二声，睡觉吗？谁跟我说过一夜没睡？说什么？干嘛呀，吴西凯？谁让你随便拿人家东西的呀？这老师说的，让你换个座位，让你前坐。老师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我是学委，我得帮助新同学。哎，你不是我说的，老师说的。你坐前面，你不老想坐前面吗？坐。来，婉儿，坐这儿。嘿嘿嘿嘿嘿，少爷，烙烧饼呢？你这，你这是禅意他呀，还是乌金他呀？啊，说你是乌金吧，你这里透着这么多白；说你是禅意吧，你瞧瞧这，一块一块的黑。再说那脸呢？我这新款的，叫乌金禅，不要脸，滚一边去！你想干就好好干啊，不想干你别跟我这混饭。你刚才这纸啊，压根两边弄的就不一边宽，你得拿手当个质子似的这么量一下，干活不能太毛糙。祖师爷赏饭，师傅教的手艺，挣一顿吃一顿。婉儿，婉儿，这些纸条都是别人给你的，你不用看。这个是我给你的，你看看。你看看。我看你干嘛呀？你干嘛呀？我还想问你干嘛呢？小点声。你干嘛呀？吴西凯说了，我收到那么多纸条呢，都不用看了，我就看他一个纸条就行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从今以后，我要再收到纸条，我就等着开学生家长会的时候，当着老师和家长一起念一遍。生气了？没生气，你别想多了。没想多，我就跟你开玩笑的。谁和你开玩笑？李强，你装什么装啊？幸福里那么多要修的，你不修，跑这儿来装什么好人啊？装给谁看呀？哎呦！切！让你装。陈婉儿，嗯，以后啊，咱俩都是姐妹了。不管是学校、胡同，还有咱们这个院儿，我都罩着你。好嘞。啊，还有作业的事儿，有什么不懂的，你都可以问我。行。哎，干嘛去啊？啊？小心点儿。不喜欢呀、啊。
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今天穿了件新衣服。你太逗了。哎呀，今儿晚上别让我喝点了吧？不行。哎啊！哎呀，你说这几十年的老街坊了，怎么越处越生分了？真的，这每天这不冷不热的，我心里都可憋屈了。嗨，麻去。这伸手啊不打送礼的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这意思啊，给一家送一盘饺子，对吧？你等等。光送饺子恐怕不行吧？那你不是咱得想个什么辙？你得把这什么事说开了。你这大家都放在都敞亮的，你要不然我这心里都憋得我难受。我跟你说，哎，你不是有好酒吗？对，你回头请咱们喝杯酒，喝顿酒，把这事都说开了，不是就痛快了吗？好点。这样，你给大圣他们送，你呢？我给老金家送。好好，嘿，好好。嘿嘿，大圣，你们家今儿吃饺子呀？真的吗？来。哎呀，你们怎么也吃饺子呀？我这还给你们送饺子来了。周大爷，您咋忘了？我们家美中不爱吃饺子。哦，对对对，我还把这茬给忘了。哎，不对呀。你不吃饺子，你捣蒜干嘛呀？你咋又忘了呢？我不是得意这口吗？胡萝卜牛肉，今天的牛肉比胡萝卜多啊！牛肉胡萝卜，你们这是什么馅儿啊？麻溜菜的，我们家老金现挖的，多素啊！我这里还剁了二斤大虾呢，你没闻出来啊？听着的呢，搁着点虾米皮，虾米皮也是虾，小虾。你老逗我干什么呀你呀、啊？臭贫，就是真臭贫。大圣，咱这几家街坊这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会聚会了，我想今天没事咱就聚会聚会。我把这瓶好酒拿出来，咱们一块热闹热闹。嘿，周大爷，您真是记性不好。我媳妇不让我喝酒，都吵了多少次架了，您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怎么还能提酒呢？哎呀，哎呀，大金大爷，你说，咱这街里街坊的，是不是有日子没在一起聚了？是是是。你说过去三天两头的咱们聚哈？是啊。嗯。哎，要不，今儿晚上咱在一起聚聚呗？行吗？我干嘛呀？因为你是领导啊。就这么定了吧。老周有酒。真的？对。行，那个我这就下锅。我回去拿凉菜。嘿，你说这大家凑在一起啊。哎呦，金子妈，快来，快来吧！好些日子没一块堆吃饭了，来，你看尝一口呀！喜欢咱们家这样，哎呀，金大爷，我看你家的似的，肯定是金大爷包的。哎呀喂，这咱们啊，这个小院里头，好长时间没这么一块聚了，是可不是吗？所以我觉得今天首先先得喝一杯，喝一杯，哎，哎呀，真不容易，快来快来，来，喝多少啊？你少喝啊，行不行？就这么点儿，行吗？哎行，哎呀，老周，以前咱们每次这个聚餐是吧，你都唱两句，今天怎么样？来呀，来一个，唱啊！但是有一条啊，你得唱新的，那老词儿不许再唱。行，那我都会。新的，我都会。我张嘴就新词。行，来，火红的太阳扛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来了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还是老词儿，周老汉，今年我50多岁呀，又改词了。后跟我的外甥女儿叫陈婉儿。